今天呢会来到 KBO Buchungkinara 这里呢，是因为这里的一名销售员说 Libinoff 来了一款最新出的油烟机，叫我们过来了解了解，他介绍给我们，所以就和朋友一起过来这里看看哦。所以为了他口中所说的 L 字型油烟机怎么样，我们都一定要来看看听听他说一说。 OK， 靓仔我们来了，快快来介绍介绍。哎，真的很不错哦，这个油烟机全黑的，然后还是 matte surface 的。哦 OK， 它的系列是1750，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的强，它的那个系列。什么手如果有水有油，挥一挥手就可以开机了啦。 OK， 很方便哦。 OK， 靓仔没有骗我们呢，它的系列真的是很强耶，灯也够亮又够大，再挥一挥手就可以换那个档数了啦。嗯，厉害厉害啊。除了这些还有什么东西特别的吗？如果要关机呢怎么样关？回去左手就可以了啦，连灯也是一起一次过全部关完哦。如果不要用手挥，用手按可以吗？也是一样可以按的。这个是 speed 1， 这个是档数2，可以去到档数3啊。档数3就是1750系列了。哦，这个就是 auto clean 的自动清洗功能，再回去右手边它就可以直接换档数。OK， 好，可以明白。煮完东西自动关机呢，按哪里？哦，就是按这里啦，它就会自动关了，三分钟过后。明白，谢谢你啊靓仔。真的如你所说，真的是又美，灯又够亮，容易抹，又有自动清洗，真的很不错。如果自己要用手洗也是可以啊，只是需要把这里拿上来就可以了哦。油杯呢，油杯怎么样样的清洗，这个拿出来就可以了啦。 OK， 好，明白明白，不错下啊。怎么样卖哦这家油烟机？来偷偷告诉我。